啊，对，宝哥昨天生日，果然就是早几天生日早，OK，几天过了过了的，对，过了过了，还是对，气势磅礴，哇，对，很好很你看多，该宝优贝，惠的就该优惠对对对对，你看双喜临门。那我跟大家讲，这个市场价3000块都不一定买得到，今天特价，因为这个很大，这个差不多应该有二十，有，我上二面有些十尺寸，对，它是那卡个拉澳洲的欧鹏，对，total 是10.2克，单面那估计20，差不多20卡拉。我上面有写20卡拉，对。对对对，没有说几卡拉。我是按的尺寸，尺寸啊，对，20几厘米。尺寸，对对对对对，你看，也很重，10.2克，才999，真的很好的。对，重金啊，重金厚霜，实物更漂亮，又很圆滚滚，实物更漂亮的，价钱非常好。对对对，实物更漂亮，就是说。比市场便宜很多嘛，哇，这个也是。刚才我们说这个，哇，你看，现在市场价10000块，OK，现在才多少啊？才2980，还有没有优惠啊？那就2800吧。2800，那再看看我们那18K，21克，钻石这里有几卡拉的？有2颗南洋珍珠，才2800。你现在，定做这些都是那。我们 D 小姐这10年前，我卖给她都是几千块钱的，这是20年前的，因为我们她跟我买了很多这样子的，不是一个，十几年前喂。十几年前是不是已经5000块？是5000块，是不是？对呀、啊，是真的啊。好，现在好的戒指一个都差不多。对对对对对，是用。D 小姐跟我买了很多这种的，我这那时候3-5千的，绝对有的。OK，对对对，对，这个是10年前，10年前什么价钱，现在什么价钱的，所以这个2800真的很优惠的，大家赶紧抢一下。因为今年非常流行胸针，因为你只是简单不用戴，简单穿个素黑色或者简单的颜色衣服，这样的衣服，对，他在那边就很好，因为金地超，他就很适合穿，设计那些大很大的胸针，这个绝对，对，2000多，这个就绝对要1万块的东西，这就是女神必备，对对对，女神必备，这个是高档也，OK，好了，那再来这几个我也很喜欢，哎，这是小蝙蝠，这，对对对，你看，老的，挺老的，对，挺老的，这个是。创汇时期的创汇期的东西多少啊？这150，现在这个都是很多都150，真的简直不敢相信了，这个价钱，对呀，150真的，我不知道你去哪里找的，这是真的找不到的，对，太超值了，哇，这些都是150特价了，对，150特价，就是这个毛衣呢，因为今年秋天了嘛，毛衣呢。昨天的衫服好像卖不错，卖的不错，好像基本上都卖了啊。对。现在的这些性价比更加好的。对对对，150的，也是14K 的扣。14K 的，对。哇。这是单克的锁骨面。刚才还有一个珊瑚的。对，这个珊瑚。哦，珊瑚，对对对，就印象特别深，因为你一颗珊瑚不止150。这颗珊瑚都要这个价了，真的。150，你先慢着，我听个电话，我把电话给关掉。就是还是等他回来再那个。好，那我就这些。这个卢比1卡拉50，六克，8斤。8斤，对对对，680有没有特价？有599，对呀，你来才有特价，你没有来我不敢那个，对不对？对对，那这个呢？这个也是599。哇，你这个几个红宝不是很好的，8斤599的8斤，红宝的质量也不错。对。对，8斤系列，对，这是翡翠钻石8斤，8斤，多少？这个你觉得多少合适呢？是钻石，验过钻石，那当然越便宜越容易卖了啊。这350吧，哈。那就350，OK。350，对，越便宜越容易卖嘛，对对对对对对。那这个，对对对，这个那个14K，这也是8斤，要一起播，一起播，OK。对，8斤系列，对对，大的，白底青，好大的一个心形的吊坠，对。你说。啊，这个200多少啊？230好了，对对，230，哇，都是，那都随便卖了，对对对对，那这个啊，这个1999，好好，1999，哎呀，太便宜了，对对，8斤呢，
一九九你可以做个耳环，这好是一对，对对对，嗯，一九九一个，哇，对，太超值。我们的宗旨是越便宜 越卖得快 ，OK， 就是赶紧甩卖，就十四 K 这个288。这个应该减了一个价吧，288，对，对，288，现在是350的减了，对，你看这是都是金很重很多的哈，颜色也很正，对，然后这个14K 2.8克，这个399，这个299，299，哇，没话讲了，299，真的一步到位，对，一步到位，对对对，这个可以费金戒都可以了，这个已经折过了，对对，14K 16.3克，880，对，880，如果没卖就拿给通理卖费金就行了，这个价钱费金可以的了，但就是不舍得嘛，这对对，不舍得，其实可以低于费金戒了，真的低于费金戒，这个最近做出来还有很有特色，对对对对，你没卖就拿给通理就好了，好，这个，对对对对对，费金戒这个，对对对对，那这个哇，这个其实也很好，你看拉丝工艺才499啊，对啊，哇，红宝石，而且这个很好，小兔子，两个兔子，哇，非常精致，哇，这个真的很好，喂，D小姐，你可以看看这个，这个很好，这个很特别的，对对对，给大家看看，对对 ，designer piece， 对 ，designer piece， 这个很好，很特别，很 Q 的。好 Q， 给你个女儿，还没信了，要给娃给我女儿，这样子，对对对对，这好 Q 啊，对对对，来，这个，这个，这也是非常顶级的老啊，第一个就是纯手工定制，对，真材实料这么重，现在做不出来了，一共是15.多克，15克。15.多克，对，15克，对，对对，套很难得凑一套的，对，你看都是真材，很重金的，你看后面那个啊，后面那个箱子都是很厚很大的那个1980，有没有再折扣一点的，1800，哇，你看就是金戒，你看都是很，这些你会在古董店卖，这是他们那卖7000-8000都有可能的，真的很一个戒指都不止这个价，对，因为它这个是满色的，这个平安扣很有质感的，对，那这个档次是绝对的 OK 的，14K 6.2克还是5.2克？啊，5.2克，五点二克，499，对，已经折过了，对，折过，18K 4.5克，899，899折过了，对，折过了，折过了，你看祖母绿也很好，我们讲品质，这个品质，对，品质价格就超值了，对，这个二卡，对，14K 2.5克，299，对，很红啊，然后这个，这个红宝品质也非常的深刻，14K 干净，899，899，对，很亮，很透，绝对，钻石也很多，对，钻石的话品质也很好，这个是旁边不是钻，它那个是托帕石，应该，对 ，white sapphire 之类的，对对对。应该是 Y 三粉，对对对对，哎，这个标签掉了，它在这里。14K， 对，399，399，哇，399是不错的，对，是有钻石的，对对对对对，它是整个是钻石。Y sapphire，Y sapphire， 它还是有钻石的，它那个还是。旁边的小的是钻石，大的是 Y sapphire， 对，哇。这个金戒了 ，OK， 就是我们其他别讲，11克1280啊，对对，还送一个sapphire 的项链。本来那个价格是吊坠的价格，对，像我搭了一条，搭了一条链子，对。哇，送一个，超值，哇。好，那这个编的也非常好，很非常到位，你看这个翡翠。这个是499系列。对。499啊。对。全部499，对，这三个都是编的非常好，499。镶银也是有点老的味道啊。其实这个手工的这个银镶的不便宜的，现在去弄，对对对对，这个有点大银扣，有点味道的，对，而且也是有种有色的，对，499，对，这个这也是搭配好的，对，凤川牡丹呢？啊，这个是。应该是百鸟朝凤之类的，百鸟之类，或者是那个啊，对，紫罗兰499，超值了，有凤来仪，有凤来仪，对对对，无宝不入，这个499啊，
啊，这个是599。599。对，599。OK。你先499的通通给我先。没了。啊，没了。哦 ，OK OK、哦。哇，这个扣现在这个扣都要很贵的，是599啊。对，那这个是一个480的。480，其实很超值，因为现在没人愿意做这个，对对对啊。因为他这个经理看到这个经理、啊，没人愿意做这些东西的，就是金多，你看。师傅，这个工艺逐渐失传 ，OK， 就现在没有师傅愿意，只有老师傅我可以做，新的师傅做不了了，什么是不是真的？对、啊，这个是逐渐失传的金镶玉嘛，现在国外也挺流行的，对对 对， 对， 对，而且干干净净的，老外也可以戴的，老外可以戴的，这个就非常厚实了，对，宽边的，对，699，对。然后很大，其实单单讲这个翡翠的品质还是非常不错的，对，有紫有绿，还撒点金，对，非常厚金的。现在厚人挑，大人挑，70克，想想看，对，差不多，对，差不多70克的重量在这边，啊。哎，这两个好玩的，对，这两个是小地球，可以拆下来做吊坠的。啊，对，是金呢、啊，14K，都是14K、哦、啊，很特别的。这个其实在外面买一个都差不多要，差接近200块钱。对对对，你其实就是一个吊坠，它把它一个吊坠就差不多200块，对，变成这个。坠，对，所以两用，就戴了时间或想有点新花样的，就拆下来做吊坠。对，那现在这个金戒2000块，这个戒钱现在金戒2600，要是这个对都没，对不对呀、啊？多么的那个，对对。对，这14K 17克。多699还是599？上面写的应该是599。599，对呀、啊，你卖废金了。本来是699的，我还捡了一下。对对对，真是卖废金的借钱而已。都是，所以做珠宝没前途，没钱赚呢。大家就是说，且行且珍惜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真的，且买且珍惜啊！你费金戒而已，这个14K 17.5克。450啊，对，450也是买扣买不到的，就是一个扣，上面还有个钻石扣、对对，哎呀，嗯、真的太超值了，还是日本珍珠呢，对吧？太超值了，太超值了，450，这些都是第一金戒，走动工作的 ，OK， 走动工作的，对，14K 30克。30克，现在1850的，你看，所以它的工，这种工是特别贵的啦 ，OK， 这种在香港卖3-4倍的价钱啊，对，在哪买都红宝，这个红宝还是很好质量的，非常。一般不是卖2000多的，对。1850，超值。关键是重啊，对，重30克，对，30克，对。算算金价就差不多了、啊，对，嗯，这个就是简简单单的，14K 2.4克，多少？200多块钱吧，应该。299。这是 PT 的，对。PT 4.6克，680。对，600吧，对，599。599，哇，这个上面蓝宝不小啊。一卡拉50，对，难道这个是红纹石？应该不算是红纹石，对对对、啊，那是什么石？我们就说应该不是红纹石，也不知道这是什么石，反正不是红纹石。对，然后就是翡翠，这些是肯定翡翠跟珠。然后多少啊？啊，这个上面写的是多少啊？599。599，599。那就漂亮啊。对，就是599。599。对，就是在，哇，这个真的很超值，大家认真一点看了，OK，2800。是的，以前我10年前卖，我们来货4000块，就是赚一点点就卖5000，那时候我十几年前都不止这个价。现在还是要这个价。对，买不到个4-5千的买不到。这个波浪嘛，那好像我没有。哦，799。对。799 ，OK。799，对。对，这个珍珠好像不是珍珠，就是扣是真的，是扣。好，我们 OK， 好，等等先啊。我看一下。对对对。